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萱妹，小萱妹，我们现在去接航航哥，接航航哥，晚上是干爸的生日，我们去他们家吃蛋糕，好不好？好，吃蛋糕。妈妈开车，你坐后面吧啊。吃蛋糕。妈妈开车，你坐后面吧啊。吃蛋糕。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全家好，全家好，哇，王瑞好乖哟，我们到航航家了，走吧，姐姐，有车，对，乖了，有车懂得找妈妈哦，走吧，叫航航哥，航航哥，走，那边。叫航航哥，航航哥，叫大声一点，航航哥，嘿嘿嘿，是谁来了？阿蒋，哎呦，是谁来了？叫阿公没有？叫阿公好。有，航航还没起床哦。有。妹妹来接你了吧？你这个仔仔，你起来也挺早的嘛。你叫小姨没有？耶，这个也醒啦。早就醒了。走，在家里面。两颗小卤蛋。阿公。奶奶去哪了？你像爸爸耶，你长得像爸爸耶，宝贝。你说他像妈妈还是像爸爸？像谁？像他妈妈还是像他爸爸？握握手。他叫你走开，他怕你。航航哥叫你去钓鱼，你不去吗？去不去？妹妹她不会走路的，哇，拿不动呢，什么东西？老脚。哦哟，拿不动，你走啦，你走旁边。妈妈，我牵你，我帮妹妹，妹妹小小的不会走路。我牵你，等一下给车走。鹅，鸭，哪里有鸭？我没看到。慢点，去游泳，游不倒。哇，这个水好清啊！妹妹慢点吧，罗宇轩慢点。慢点啊，在上面来，去上面。什么？啊，什么？请假吗？请假。热热的外面，在家里玩好玩一点，跟妹妹玩啊。表妹。不要搞衣服湿吧啊！坐嘛，不讲，航哥你在这，航哥，赶快喝，等一下哥哥又抢你的。文明又礼貌，不能打啊！妈妈，哎，你这样，天鹅，这个不是天鹅，这叫鹅，鹅，去，什么？过来呀！妈妈，
哥哥来了。过来躲猫猫啊！那哥哥叫你躲猫猫。你不抢抢妹妹，妹妹喝奶，不抢妹妹，就像你喝奶一样，你不给人家抢你的，是吗？你听话吗？爸爸。拜拜。爸爸。小姨晚上还送我们回来。晚上叫舅舅去接，叫航哥去我们家玩啊！你说欢迎。欢迎，是阿姨欢迎。出门的时候四个头发，现在还剩两个。不要跳，安静，安静，我们安静。对，安静坐电梯。我们家在哪里？带航航哥去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家在哪里？带航航哥去。我们家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们家在哪里啊？去啊。啊，在那边。哦，在这边。叫牵航航哥手啊！你说走，去我家。走去我家，你说。这样才好嘛，不要老是干架嘛。握握手，嗯。得了。哥哥都知道。来，你会开门吗？我开门。知道了。哟，得了。到家了。你说欢迎哥哥。哇。拜拜。拜拜。那我走了。你不要我进去啊？好像你干爹的蛋糕到了耶，哟。好漂亮哦！哟，好漂亮的玫瑰花哦！好看，好看，一个吗？还有一个。